雾弥漫咁样，哇！我好似喺烟里边行出嚟咁，啱啱落凡嘅弥勒佛咯。口水威啊！现在登革热这么严重，你还笑得出来啊你？我又冇病，我点解笑唔出啫？咩心态啊？有冇睇报纸噶？先前啊，哇，每日咧有成千人咧感染到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我身体好啊，医生想搵我钱啊，几难咯？诶，口水威，叫你国居委攞面巾片，点解唔攞啊？阿主任啊，即系我屋企又冇蚊，唔使啦。哎呀，我哋居委系统一时间屈蚊噶嘛，咁你嗰度都一齐屈先得噶。好啊，得闲啦，拿一个。这个灭蚊的宣传手册回去好好看一下。易主任，咱们这小区现在是疫情还很严重吗？哦，我哋小区咧有十几个病例，喺广州市嚟讲咧都算系发病率低噶啦。不过全省嚟讲咧，而家啲发病率仲喺度上升紧。讲啊又讲啊，主任，你哋嗰啲工作咧就唔系多到位。如果勤啲灭蚊啊，我哋小区咪零发病率咯。我们呢，现在已经是竭尽全力，可是人手不够啊。八姑问心嗰句啊，佢哋已经做得好足噶啦，系嘛？即系话时话咧，如果唔系因为我啊周身唔得闲，我实帮你哋一齐灭蚊噶。哎，要不阿珠帮你们当义工？哎呀，好多谢你哋嘅理解同埋支持。只但系你个个都有嘢做，屋企又咁多家头细务，咁我居委啲嘢点好意思分派俾你哋做先得噶？哎，各位啊，你看，首先按照居委的安排，统筹的去灭蚊。定时的打扫卫生，这样做到了，各扫门前雪，那已经是阿弥陀佛了。我们要表示感谢了。这算啥问题呀？俺们一定配合就是了。对，哎，哥哥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来，看着来了。灭蚊宣传轮流看一下啊，注意哈，黄卫生哈。哦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不是口水月那份吗？啊，你条油啊，咁都得好啊？哎，我哋去佢屋企检查下。走。好废气。嗯，哎呀，口水杯，开门！喂，你冇咁好睇嘅，听冇？不过冇所谓啦，你系单身人士系咪咧？又未结婚，又唔系绿帽，冇所谓啦吓。你也承认了是吧？这就是你的杰作是吧？啊！来，你也试试。口水威啊！我睇你间屋企，你睇下呢度正式五颜六色，你我小区垃圾站都干净过你啊！即系咁样，你唔好当佢系垃圾啊！你当佢系呢艺术嗱吓，咁咪几好睇咁艺术品。哎呀，呢度有蚊啊！吓，喂，我睇呢度个蚊媒密度啊，都唔细噶喎。哎呀，你看你呢盆嘢啊，早就死咗啦！你唔知嘅啫，嗱呢棵嘢咧换季啊嘛，咁所以咪窿咗咯。嗱，一过年咧，佢系生翻出嚟，枯木逢春噶，养几年噶，我青菜规律嘅我。你衰咁样样，你都换咗佢啊，牛蚊噶嘛？啊，有蚊咩？哇，我真系冇觉噃。喂，而家和谐，你知唔知啊？所以咧，蚊啊都系有生命噶。什么生命的啊？口水呗啊！你就是这么对待公共卫生的，把我们街道给你发的灭蚊片直接扔地上了。挖蚊喎，你知挖蚊定挖人？你知唔知啊？呢啲蚊片啊，成阵味噶，搞到我成身都成阵味，我成日都冲凉，哎，好烦噶嘛！啊，你不是天啊？我响应市政号召悭水啊嘛，有错咩？悭你个头咩？悭买水嚟咬蚊啊！你啲人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廣州登革熱幾嚴重啊？就係因為你哋破壞環境衞生，加重咗疫情嘅蔓延啊！我跟你說，按照這個衞生處罰條例啊，都可以罰你的款，唔使咁大單係嘛？嗱，一係咁啦，我掃翻乾淨好嘛？哎，掃翻乾淨。好快啊嘛，兩下搞掂曬啦，咁啊搞掂曬啦。喂，你就咁倒出去啊？扫完地，咁梗系倒出去啦，唔到屋企度啊！你啊，做乜担心啫？喂，出边嗰度啊，有垃圾佬执垃圾噶嘛？哎呀，胡水威啊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见过脏的，我没见过你这么脏的啊！咱们这个街道上的巷子里一包一包的那些垃圾，那肯定都是你的杰作。嗰啲垃圾啊，我用报纸包咗几层噶，嗰啲菜汁啊，绝对唔会漏出去，你放心啊。口水威啊，口水威，我睇嚟对你教育得太迟啦，
今次一定要处罚你先得。哎呀，胡子威，你呢破坏了这个卫生管理治安条例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依照法规要对你进行处罚，这收据拿拿好。哇，咁多啊！业主系嘛，即系你高抬贵手啊，可唔可以放过我咧？唔好开罚单啦。啊，因为咁啊，我写检讨，我写300个字。我写3000个字都得噶。你而家讲乜嘢都冇用噶啦，我系依规办事啫。检讨代替得处罚咩？嗱，只要唔使俾钱嘅话，我做乜都得噶。哎呦，你能做什么呀？你关键是我帮你哋归位，搞卫生啊，好吧？收定。我们居委会的厕所都比你的床干净，真是。哎，卓然，我们那个灭蚊工作呀，还缺人手。咁啊，哎。好少威啊！咁啊，以劳代罚，你使唔使啊？只要唔使俾钱咧，我乜都应承你，学习都得噶。哎，好啊好啊，喂，差唔多噶啦。哎呀，好少威，你做乜唔戴口罩啊？我焗口焗面有咩好啊？我个鼻咧又唔敏感，系嘛你话？啊，嗰啲药味。入心入肺咪仲好。你先别再耍贫嘴，我告诉你，你最起码要穿个长袖衫，你晓得吧？我身体好啊，虽然话秋天远袖衫唔得噶啦，唔似你啦，密密实实咁，因你生热肺啊。哎呦，我们穿长袖不是为了说防寒防暖，我告诉你，蚊子叫防蚊。啊，像你这种情况，你就是每天用这个药水来泡澡，我告诉你也没有用。万一你的皮肤裸露在外边，被那个带病毒的蚊子咔叮了以后，登革热就来了。得介而啫，就咩咩发烧啫嘛，发烧系人都发过噶啦，咪当食狗肉啊，轻一轻咪得咯。不是不及时做会死人的，死人咪死人噶。系死亡率好低，只不过咧冇人敢保证死嗰个绝对唔系你噃。白文伊蚊除咗传播登革热之外，仲会传播脑炎啦，同埋其他疾病噶。住咪住咪住，白文伊乜嘢？白文伊蚊都不知道啊？那是传播登革热的元凶啊！哎呀，看来你呀。你对登革热的知识是完全不了解，你回家好好补一下吧，好吧？登革热以白文伊蚊为传播传染性的疾病，破坏人体免疫力严重时可能会死人。哇，咁严重噶，唔系嘛？啊，哇，你唔系白文伊蚊系嘛？哎呀！哎呀，乌蝇嚟噶咋？唉，虚惊一场。咦喂，我日日咁去花丛嗰度灭蚊，咁我即系随时面对白文伊蚊，咁我即系随时死人。阿水威啊，嗱嗱临要出去喷蚊噶啦，一阵间仲要去埋涌边嗰边咧，除埋啲杂草。今日工作量都挺大的，一陣間會有幾個街坊過嚟幫手做義工添㗎。啊，我哋出去先嚟，市民出去咩嚇？好。啊，係主任啊，即係講到琴日咧，一下唔覺意啊，曬傷咗。曬傷咗。係啊係啊係啊，曬傷。怕仗啊你？啊！你做乜調戲我啊你嚇？你說你皮糙肉厚的，那這能曬傷嗎？啊？嚇唔緊要。我度有防晒油、防晒霜，你中意点用都得。啊，主任啊，即系咁样，我青光眼啊，见到太阳之后咧，我翻睇唔到我。哎呀，高水威啊，你就不要在这胡诌了。我让你去是给那个绿化带里喷农药，你低着头喷就行了，没让你看太阳，没让你举枪打鸟。咪系咯，真是害青光眼，什么事？行啦。咁点解佢唔使去啊？哦，佢今日咧要喺网上采编一啲防蚊灭蚊嘅知识。不如我啊采编佢去灭蚊啦，这本身就是我的工作。嗱，呢份采编咧都系灭蚊工作嚟噶嘛，咁我过嚟灭蚊噶嘛，咁即系可以系我嘅工作啦，系咪啊？哦，我知啦，你咧喺度叹世界、叹空调嗰啲嘢咧就争住做，去一线啊灭蚊啊，等下闻毒药嗰啲咧俾啲临时工作，系咪？喂，你噏得噏啊你？我说，就你那点文化水，你会用电脑吗？我上网啊，多过你上街啊！嚟，我呢啲食嘢真系。
掂唔掂啊你？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掂當啦，我保證啊寫到精彩得很，仲精彩過你啊，知唔知啊？誒，算算算，老作，由佢搞啦，呢啲採編工作一個鐘頭搞得掂噶啦。嗱，侯翠，你搞掂咗，嗱嗱臨出嚟幫手嚇。一個鐘啊？好。哦，對了，我告訴你啊。这个地方呢是采编的这个目录和采编的格式，你会弄吗？这好吧，记住了啊。好了。哦，对，你弄出来以后呢，你必须得马上到咱们这个小区的宣传栏里贴上一张广而告之嘛，然后你再把复印的那些每家每户走街串巷，每个人手上都要有一份，千万不要漏哦。大哥，你好了。哎呦，好了。哎，好。主有乜说话啊？清洁环境系人人有责噶嘛？我哋开旅馆嘅最惊系登革热噶啦，灭蚊紧要过赚钱啊！哎，叶主任啊，哎，俺听说这口水威也到咱们居委会当义工了。是啊，这话说都快到吃饭点了，咋还没见他来干活呢？哎呦，对哟。怎么了？这都三四个小时了。啊，那个东西别说打印了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也弄完了。嗯，哎呀，真口水威啊！猪乸都识上树啊！啊，我哋如果咁怠工咧，我真系宁愿罚佢款啊！哎，咪啦，老作，我哋两个过去睇下佢咯。走，睇那边去吧，走吧。嗯，走。侯水威，啊，你喺度搞乜嘢啊？喂，我系练紧我坐边学嗰啲防蚊知识啊嘛。哎呦，搞了几个小时你就弄了些这个呀？我几长尽都分几多缸几多木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嗱，先睇呢一度，物种嘅起源。呢個係達爾文嘅61年前啦，好啦，銀河係大爆炸，咁41年前之後咧，哇，才出現咗第一個單細胞，呢個就物種嘅起源啦。哎呀，行，你這個太深奧啦，真的。嚟咁深入講呢個，嗱，呢個物種嘅進化史，好啦，你知唔知蚊係屬於邊個進化？啊，蚊咧係屬於雙翅目嘅節肢類動物，你知唔知啊？由單細胞進化到咧節肢細胞，一路都進化。以前咧佢唔係針刺式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以前佢咧嗰個針咧佢唔係吸血嘅噃，吸咩估唔到係嘛？講俾你聽嚇，吸咧就吸嗰啲蔗汁啊、果汁啊、菜汁啊、菜汁。口水威，好啦，而家關鍵嘅工作咧就係滅蚊，你搞埋呢啲咁深奧嘅知識。對大家的滅蚊工作效益不大的，即是我個人認為呢，對效益肯定很大的，你知道它怎樣來的，知道它在哪個地方交配的，它有什麼途徑咬人的話呢，這個叫擒賊先擒王，射人先射馬。兩半天行了吧，啊，我們不想知道它是怎麼來的，我們就想它是怎麼死的，你晓得吧？胡水威，我才看出來了，你根本就不想來滅蚊，啊，你就是想拖延時間，你知道吧？嗱，我唔該你嗱嗱聲將你啲長篇大論搣曬落嚟，你又喺度製造紙張垃圾，你違反衞生條例。喂，我幫居委啫噃，咁都有錯啊？你如果係有心幫嘅咧，聽朝早啲出嚟幫手滅蚊。嚇？哦。喂，侯翠威，你都唔出嚟噴蚊啊？主任咩啊？誒咁樣。我琴日咧，就將啲文字咧，小心啊！啲文字咧已經採編完畢啦。咁我咧就剩低圖片，咁所以今日我咧就將只蚊咧就畫好佢。你知啊，嗰啲網上嘅圖片鬼死咁細，點睇啫？係咪？我畫好佢，大家咪對啲白文依班咪有認識咯，係咪？你畫這麼大的蚊子，係啊！你是不是要做蚊子風箏啊？唉，你唔知啦嘛。咁如果大家對啲白雲煙蚊冇親切嘅即係咁嘅感官嘅認識嘅話咧，咁啊點去滅蚊咧？係咪？所以我畫好佢每隻蚊嘅紋路咧，畫得清清晰晰，咁大家摸就係白雲煙蚊啦。咁樣。咁你只係拖延時間啫。阿主任啊，即係做人咧就要有始有終噶嘛，係咪啊？嗱，你睇我啦，畫只蚊畫成大半啦，咁你而家唔畫嘅話。咁只白雲絲蚊咧就唔係完整嘅蚊咯，係只殘廢跛出嚟嘅蚊咯。你花咁多時間喺度畫一隻咁大嘅蚊，不如將呢啲時間啊攞出去噴一大堆蚊啦。即係唔係咁講噶？嗱，最後你諗下啦，嗱，我畫咗只蚊之後咧，大家咧又對佢感官上咧，哇，咁啊認識好多啦，係咪？哇，咁肉酸嘅白雲絲蚊喎，咁所以我哋一睇完之後咧，即刻就會肩負起個滅蚊嘅責任。正口水威嚟嘅。
咁你仲要畫幾耐啊？就得蚊腳，蚊腳，蚊腳啫。哎呀，畫完嗱嗱聲出嚟啦嚇！好好好，冇拖時間啦。嗱，我即刻畫，我即刻畫嚇。我即刻畫，我即刻畫。畫完呢只蚊腳咧，就有蚊毛。咁仲拖翻一兩日嚇？操！畫蚊啊！啲雜草啊，同埋啲積水啊，已經冚唪唥清乾淨曬噶啦。咱們天天跟着葉主任那麼地毯式的滅蚊啊，那蚊子在咱們昌盛街估計早就絕種了。都係人多好做作啫，辛苦曬大家嚇。係啊，最辛苦啊，都係你啲居委嗰啲人啦，只係口水喂喎，佢實得匿埋偷懶啊！弊啦弊啦，蚊啦蚊啦，登革熱，登肉昌盛街啦。哦，你噏緊嘢啫。哎呀，苦水薇，你可真行啊！打死一只破蚊子，你还抬着尸体过来表功？被佢咬咗啊！我知唔知都唔知咪百蚊一蚊嚟噶呢只？你也没留过全尸啊！你都打成这样了，我怎么知道那是什么蚊子啊？嗱，我睇嗰个咩防蚊嗰啲手册咧，就话啲百蚊一蚊咧，啲肚度好多横纹嘅，我老眼昏花，睇唔清楚，你哋边度帮我睇下有冇多纹嘅吓？嚟嚟嚟，系咪好多纹啊？真是好多纹呢、啊！哎呀，死啦死啦！你手上好多皱纹呢、啊！啊、你看这都拍成蚊子酱了，这哪看得清楚呀、啊？早知我唔拍到佢成个屎饼咁啦，如果唔系我都唔知道佢百蚊衣蚊嚟嘅，真系。你又使唔使惊成咁啊？呢只唔一定系百蚊衣蚊嚟嘅啫，就算系百蚊衣蚊啦，佢都唔一定系带病毒嗰只啦。咁好难讲啊！你日灭蚊灭蚊，费死咁大杀气，佢揾唔到你哋，揾我嚟报仇咯！真系，我咧觉得成身都有唔聚财，可能有发作噶啦，我发作噶啦，我系啊！喂，唔好揦埋个风湿啦，咁惊车，你有症状嘅咩？吓、啊，有冇睇到啲宣传噶？如果被那些蚊咬了之後五到二十日就潛伏期、如果你一發現自己骨痛、內臟痛、這樣才去找醫生咋，拿埋登革熱五到二十日是啊，那我真的有排捱阿威口水威、哎呀你做什麼 啊哎呀你大隻累累的，使不使驚成這樣啊？我点啊我？系呀，再讲你而家又冇发病，就算发病啊，都可以医嘅啫。未发病啊我？哎呀，过唔阵间就嚟噶啦我。系，就是发病死亡率也是很低的，万分之几。你哋唔知噶啦，我咧从来都系好嘅唔灵，丑嘅就灵啊。你嗱，我哋嗰啲咩行路执到钱啊，中大奖啊，嗰啲系冇我份嘅。咩扇蕉皮啊、撞灯柱啊嗰啲冚唪唥啲衰嘢，全部我都有份嘅。说不定那万分之几就是我咯。你不要成日想埋晒那些东西啦，那你都要吃饭才得的。你日日茶饭不思，那对身体不好的。我不吃正食的。不想吃我们就带回去吧，好吧。喂，我现在没心情吃啫，说不定一阵间就有啊，你知啊，吃一餐就少一餐的啦。那些蚊，那些蚊说不定一阵间就有报仇添噃。话时话真系几有效果喎，喷咗啲嘢之后蚊都少咗啊！系啊，希望我哋能够巩固呢个成绩啦、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好彩你做乜嘢？做咩事啊？你咩事啊？你你搞咩啊？做乜嘢啊？我周身痛吓，可能得加热反作啊！哎呀！发哥，不要那么紧张，我登革热是不会人传人的，晓得吧？等，要不要打120啊？打乜鬼120啦！快啲滴佢起身啦，打地气唔好噶，你个死鸭啊！嚟，放心吧，这么多人在，你死不了的，放心吓。哎呀，趁住大家都喺度，不如我立埋遗嘱啦。哎呀，菜，你冇咁大思想压力先得噶。阿主任，嗱，讲定先啊。如果我大步揽过嘅话咧，咁跟住咧当工伤吓，啲医药费咧全部你哋报啊吓。咁如果我大步揽唔过嘅话咧，咁你又帮我申请做烈士，咁啊同我经过前妻讲，同嗰个继续呢个未了缘啊吓。阿主任啊，
老左啊，到時咧喺街口度咧整個銅像，做個滅蚊咁嘅姿勢，等大家嚟瞻仰一下。哎呀，你睇你驚車成嗰個衰樣啊！你咁驚啊？一於的佢咧去街口嗰個社區衞生所去俾醫生睇下好過啦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你哋快啲送佢去嚇、啊！送我急救，喂，做手術啦，做手術啦要。乜手術啫？我叫佢哋送你去食啲嘢啊！你係餓親啊！你個胃抽筋咋？唔係得隔炎咩嚇？得咩隔炎啊？嗱，睇個檢驗報告出嚟陰性嘅，咩事都冇啊！哦，哇！你唔使自己嚇自己噶啦，硬係攞嚟驚。就是一個大男人，被蚊子咬了一口都嚇成這樣，你說，哎呀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你被老虎咬了呢。登革熱疫情咧，雖然係好嚴重，但係咧係可控可防嘅，而且就算病咗咧，都係好容易醫嘅。冇事啦，係嘛？喂，阿醫生，醫生，咁啊，雖然咧俾蚊針咗啫，咁但係咧，你而家啲醫藥費啊，全部公家部噶嘛，工商嚟噶嘛，係咪？喂，開多啲補藥啊，咁都得嘅咩？係啊，嗱，啲咩補腎啊、補肝啊、補腰啊，我頭髮都得，我開藥俾你。嗱，去攞藥啦。够你一年用的了哇，成年用啊，咩药嚟噶？吓，万金油一打。咁个苏哥你都唔去苏啊？同学之间有乜好苏啫？到底争人哋几钱啫？而家咁唔掂当咩？旅馆到底出现咩问题啫？我哋班同学嚟救助你噶嘛？系啊系啊，你睇啦。